请掀开经本101面，101面最后一行，儿时世尊即便微笑，有无色光从佛口出，熠熠光照频婆娑罗王。儿时大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头面作礼，自然正敬成阿那含。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大段在科判里面，科判在103面啊，第一行就是科判里面是第六大段，就善善显显缘啊，这一段呢都是本经的定善二善，这一段是讲的善善。经文分5个小段，我们刚才念的是第一个小段，前面这个韦提希夫人见到了十方诸佛的刹土，这个是两丈世尊特别的加持，也是他的机缘成熟的，展现出十方的佛土。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求愿往生，请求世尊教给他修往生的方法。这个二十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世尊微笑了，这个微笑是表示非常的欢喜，欢喜他选择的正确，没有选错。欢喜呢，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本怀。换句话说，也叫一样，我们如果要去请求世尊给我们介绍一个法门，他必定就是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他没说，这个妇人选中的，因此非常欢喜。在这个时候，佛放光啊，这个不是常光，是从口这个光啊，从口出。无色光，从口出，这个光放出来呢，照住频婆娑罗国王的头顶。我们晓得国王也是被幽禁在七重的内室里头，前面我们看过。那么国王现在的这个际遇是夫人最关心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没有答复韦提希夫人之前，先放光照这个国王，这就是对
回替谢夫人的安慰啊，这佛子面面俱到啊。那么过往虽然幽禁在深宫里面，佛光没有障碍，佛光一照啊，在这个维提西宫里面也见到过往，好像我们今天讲的透视，彼此能看见。当然频婆娑罗王也见到释迦牟尼佛了，这个见到的非常欢喜，头面作礼礼拜释迦牟尼佛。那么他没有大行，没有求处理三界了生死，没有发这个愿心，所以这个佛光照住也帮助了他，证得了小乘三果。小乘三果也算是很不错了。夫人的心量大，不愿意住这个娑婆世界，要找一个不闻恶声、不见恶人的地方，这个心量大。所以每一个人的求愿呢，佛都满他的愿，佛都满他的愿。你发大乘心，满你大乘愿；你发的小乘心，满你小乘愿。通通满愿，那么这个叫做圆满功德。这是说明频婆娑罗王啊，证得了斯陀含果啊，这个阿那含果。而是世尊告维提西啊，这转过来就答复维提西夫人的请求了。这一段经文在本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段这个观经呢，两段经文非常重要后面呢上品上增长在此地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三福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修行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开始我们果然能够依照佛的教训去修行，就决定往生。这佛就叫这维提西夫人，如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敬业臣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辟。那么凡夫佛说甚深的道理境界，我们很难体会，因此佛在说法里头说了许许多多的比喻我们从比喻里面能够体会到佛所讲的真实意这个是说法的一种方便也是说法的一种方法那么他见到阿弥陀佛国度，也发愿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就问他：你知不知道啊？阿弥陀佛呢，去就居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远弥陀经上讲十万亿佛国度，十万亿佛国度确实不远到后面我再给诸位来介绍
那么下面呢，这就是提出这个要紧的方法，汝当行，地观别国，这是教派的方法，敬业一定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善导大师给我们开示的很清楚、很明白。他老人家开示的，在105年，我们看这段文章。105面第四行，我们把这段注解念一念。言：二十世尊告唯体性就以下，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文，证明正是明白的告诉文体系夫人叙述。那么言阿弥陀佛不远者，是证明标尽已住心，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是修行的纲领。尽是境界，西方极乐世界。住心呢，叫我们的心呢，就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叫住心？实在讲，就是永明大师所讲的有净土。你心里头真有了，你心里有了，就是常常放在心里，而不会把它忘记掉。不会把它删掉，是你心里头真有了。你心里面有净土，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这个很重要啊！有许多人天天念佛了，心里头没有净土啊！心里面还有什么？有些什么东西呢？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有这些东西在。如果这个东西一现前呢，这佛就不要学了，马上就走了。可见的他心里头没有净土。心里面真有净土，其他的东西通通放下了，通通都舍掉了，这叫真的有净土。这就叫住心，这个是能不能往生呢，就确定在这一句里头。这一句呢，跟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一个意思？真信其愿呢，就是住心就有所以永明说有净土，善导说住心，藕益大师讲信愿，这三个人讲的言语不同，实际上呢是一种事情，一个意思，可见得它非常重要。这一句里面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分机不远，这你说出来了。从此时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过十万亿刹，这十万亿佛刹，即是弥陀之故，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万亿个佛国度，能说不远吗？下面说了，明道理虽遥，去时一念即到。
他一念就到了，这能算缘吗？啊，所以呀，确实。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特别是在华严经里，华严经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念界圆融，是学门里的所讲的，这个地方呢跟我们讨论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时空在佛法里面说都叫做不相应行法，我想学佛的同学要稍稍涉及到唯识法相，唯识法相入门最浅这个东西，不要发明门论，天亲菩萨做的。天亲菩萨做这部论，目的是戒引修学大乘的同学，它是根据瑜伽师的论所造的。瑜伽师的论将一切万法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还是太多了，660法对于初学人来讲还是相当繁琐，所以把660法归纳成百法，归纳成100条。那么百法里面呢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心法，第二类是心所法，第三类是色法，第四类是不相应行法，第五类是不无为法，一共分成这5大类。时间空间是数第4大类，叫不相应行法。那么不相应行法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抽象的概念，绝非事实，不是事实。我们今天讲空间，讲十方，我们就讲4方吧。比如说，我们是以台北市为中心。基隆在我们的北方，新竹在我们的南方。假如我们以高雄为中心，那新竹就变成北方了，就不是南方了，可见它这个方位也不是真的，没有一定的标准，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不是真的。同样一个道理，时间亦复如是，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假的抽象的，过去人还不太容易这个认识清楚啊，现在方便了，现在大家常常出国旅行都晓得时差了，我们这里是白天，美国是晚上，我们是晚上，他是白天。那你说中午，我们的中午5时，纽约晚上4时，在这一个地球上，时间就没有一定了，离开地球之外，那就更不相同。如果我们拿月亮来说，月亮自转一周，就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正好是一个月。在月球上呢，一天一昼夜呢，是我们地球上一个月。
每一个星球都不相同啊。所以佛跟我们讲，时间空间是我们抽象观念当中产生的东西，没有事实啊。因此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啊，长时间可以变成短时，短时间也可以变成长时啊，可以变成无量劫。这个我们一下也想不通，也不能体会啊。这个我想我们同学不少从前在学校念过文呢，念过黄粱梦。那个黄粱梦里面所描绘的岂不是几十年的时间变成几秒钟，那做梦的时间这个几秒钟啊。他在梦境里面真的就感受过了几十年啊，醒过来黄粱还没熟，那黄粱是高粱米小米啊，那个小米煮东西很容易烂，很容易化，还没有煮熟，他梦醒了，已经在梦中过了几十年了啊。说明了时间确确实实是可以浓缩，可以这些在华严上是不思议的境界啊。因此从这个四相上来说，西方世界距离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土，事实上讲呢，一念即到。这个一念不但是道西方极乐世界，而是尽虚空遍法界通通道。那么我们再问，这一念到底是多长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用科学仪器也测量不出来。佛在经上常常说，那是粗说，那不是细说。粗说讲，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一个生灭叫一念。如果你要是明白，体会到这个事实，这一念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再一念就回来了，咱们就这么算法吧。啊，这一秒钟啊，可以西方极乐世界十万八千次的来回。他哪里算远？很近，是不是？一秒钟可以往返十万八千次的，所以他就不远了。你要是问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我们心性变现，所以一念呢，必定是涵盖圆满的心性。那哪有不到的道理啊？所以西方世界真的不圆满，一念即到啊。这个第三个意思，明为体等，即未来有缘众生。这一句我们要注意了，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这个法门呢，是世尊专门对韦提希夫人说的，他能得利益，我们则未必得利益。一
因为有这一句呢，那就行了。未来世，这未来世，我们现在对佛来讲啊，是佛当时的未来世啊。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很重要啊。什么叫有缘呢？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就叫。你对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你真的相信？真的想去，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就是有缘的众生。有缘众生，这个缘要加强。当然了，没有缘呢，给你讲的你不相信，你不会接受啊。给你一说，你很喜欢听啊，你还会点头，这就证明啊，你有缘啊，你不反对，你可以接受这个法门。缘要加强啊，怎么加强呢？要住心观念啊，这个就是。把这个缘加强，定境相应啊！这个定境相应是讲功夫的成就啊，也就是我们常讲一心不乱啊，这相应就是一心不乱成的成就，行人自然常见。这个常见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讲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阿弥陀佛，观音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你在现前就能见到。这个常见是指的这个。有思三意，故云不云啊，这里面含着这三层意思，是佛说阿弥陀佛的国土距离我们不远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底下一段再念下去啊，我们才好讲话。102年第四行最后一句，业令末世啊，业令未来世，一切凡夫于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看佛讲这一句话的语气也非常的肯定，是我们看了。一点疑惑都没有。我们再看善导大师的开始，105年，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也如当细念啊，这个以下说明了，惑障身，心都散动，若果顿时攀缘，静静无有得心，此即正教安心住行，若以此法名为静业成也。那么这是把我们的毛病啊诊断出来。凡是凡夫，六道凡夫，我们生在
现前这个社会读大师这一段开示，感触尤其是深。或是迷惑，障是业障，我们确确实实迷惑，业障深重。什么是业障呢？我要把这个迷惑跟业障啊，简简单单给诸位报告出来。迷惑就是心不定，妄想多啊，这个妄想是什么自己也不想的啊，就是这个妄妄念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啊，永远不停止的，这是惑。业呢，是我们错误的造作，我们对佛法、对事法、对人、对事、对物想错、看错了、做错了，得的许多苦果，这个不善的果报，这就是业障。这两种都深，这个深字是贯穿的两个字，迷惑也深，业障也深啊。这个是大师在此一直把我们定根呢说破了，心多散动，这个散呢是不集中啊，我们常讲我们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动是定不下来，这是大病。有这种现象，无论修学哪一种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我在讲席里常常给同学们报告，佛法的修行，无论大乘小乘，无论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无量法门，你要问他修的是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修定，通通是修定。法门无量誓愿学，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修定的门径无量无边啊，通是修定啊。这个心多散动，你就定不下来了，定不下来就没成就啊！啊，不但是禅宗着重定的，哪一个法门不着重定？我们念佛着重在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定嘛。啊，所以这一点诸位要知道啊，只要是佛法，决定都是修定，戒定慧三无漏学。它是以定为枢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毛病在，这就障碍我们的定。在所有一切法门，不得定就不能成就。净土法门不得定也能成就。这就是它容易，它方便。但是这个不得定也成就，不是说
完全善动的这个心念也能成就，那没有这回事情，总要收敛一点吧。啊，这个收敛呢也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只要它不散不动了，这就行了。只要达到不散不动就可以，这就是往生的标准。所以这个功夫在修定里面是最浅的功夫，最浅的功夫。一般古德所说的伏烦恼，我们把这个善动的心伏住并没有断，但是你能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接受了，有这么个条件就行了。如果这一句佛号伏不住烦恼，这个善动啊，就是迷惑，就是烦恼。你的功夫扶不住，不能往生。能够扶住，就往生。不像其他法门，其他法门要断掉。换句话说，要得比较深一层的定，他才能够脱离轮回。我们念佛的人占的便宜太大太大，依照佛经的说法，这个修定真正的定，定有浅深等级不同。在我们六道里面，这个定共分八个德行，我们常讲四禅八定，八个德行，不能出三界。到第八定，那个入定的时间，经上说八万八劫。他入定了，在定中能够住八万大劫，出不了三劫，必须再往上提升一层，到第九定。第九定是摩罗汉所证的，他出三劫。像这个四禅八定呢，前面讲的这个频婆娑罗王证得阿那含果，那他的境界是四禅八定的境界，不是第九定，是四禅八定的境界。世间禅定没出世间，这可见的难。如果在净土法门，说实在，连那个初禅的定呢，我们达不到，我们也能往生。这个我们放心了，得大自在了。初禅是真的定了。我们要什么样的功夫呢？我们只要有夜魔斗帅的功夫就行了。夜魔斗帅是欲境。没得定，没得定，他修定呢不及格了，所以这种定呢，在佛教里叫有个名词叫未到定，虽然修定呢没成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60分及格嘛，他只有20分，所以他这个初色界天去不了。他还只能在欲界，但是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啊，能够有20分就能往生。他们要到60分才能到初禅天，
我们只要二十分三十分呢就可以登一往生了。你说完全没有，没有不行，不能往生啊。最低限度吧，也这个修定呢也有个二三十分啊，这样程度才能往生。这是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的啊，不至于在这一生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所以一定要修，要认真的修。那么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能得力？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烦恼妄想习气就止不住，这个原因在哪里？此地给我们说明了，若不顿舍攀缘，原因就在攀缘心里啊。大师在此地教我，你只要把攀缘心放下，那么你念佛二三十分就很容易拿到了啊，这个六七十分不容易拿到，二三十分是很容易拿到的啊。要把攀缘心舍掉啊，这个攀缘里面包括的境界非常非常的深广，不但世间的缘我们不攀，我们放下，除世间的缘也放下了。这是说说你真正想往生，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啊超越六道轮回，你就得要这样做。古来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广学多闻，为什么广学多闻呢？没找到门路啊，什么门路呢？一生当中决定超越轮回圆成佛道的门路没找到，他几时一找到了他就通通放下啊。像莲池大师啊，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传记，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啊通宗通教啊，什么都修啊，什么都修啊，他找到这条门路了，放下，不但事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他老人家说的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三藏十二部让给他人护法，三藏十二部放下了，不要了。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啊，这些修行的方法让你们去修吧。他自己怎么样呢？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啊，他成功了。这就叫顿时攀缘啊。再看欧耶大师，再看近代的印光大师，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看到这些人还不觉悟，那就迷障太深了，就麻木不仁。
所以真正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一定要懂得顿时喷，因为你要不能够顿时喷灭，静静无有的心，这个静静是什么呢？清净心。换一句话说，你的清净心决定不能现前啊！诸位要知道，心净则土净啊！啊，自己真的得清净心了，你才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啊，才能够感应到西方净土的心情。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心不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现前，这个境界魔境啊！哎，你没这个功夫，它现前了吧？啊，这不是好境界。啊，境界一定与自己修持的功力相等，这个境界是好境界。啊，这个境界不相等的话，绝对不是好境界啊！叫魔变现来欺骗你 啊！所以这个修清净心是太重要，太重要。此即正教安心住心啊！这个就是佛教给我们修学净土。修学净土的纲领，啊，我们怎么样耐心把心安在一部经上，安在一个佛名号上，啊，所以这一部经净土五经都可以选择，五经呢都是直归净土的，你喜欢哪一部经专持这部经，这个太重要了，你五经都好，我五经都持，是好啊，心散乱，力量不能集中，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五经偶尔对都可以，意思都了解了，我只选择里面的一种，持一部就可以了。这持名号啊，这个名号六字四字都一样，多好。一直念下去，我们的心难，我们的心住了，住就是不动的意思，安住在一部经一个名号，永远不变，永远不动的，你的心当然就定了。我还想学这个，还想学那个，这个心不定啊，还有同学啊，这个写信给我啊，他要修净土法门，告诉我他很有野心，住就不野。也就不住了，是不是？那哪里能成就呢？不能成就啊！野心是狂妄愚痴啊！
大概这个野心呢，在学佛的人最有野心的时候，不外乎两个，一个就想通宗通教，什么都要学；另外一个就做佛官呢，啊，什么佛教会理事长啊，搞这个的，那是野心做佛官的，啊，不外乎这两种嘛，啊，这两种心都不简单。若依此法明净业成就，你能够依照祖师教给你的方法，这就是净业成就了。换一句话说，你决定依照这个方法，虽然现在功夫还没有成就，就可以跟你讲，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啊，因为你虽然还没有开悟走啊，你这个路对的嘛，方向正确的嘛，一点不错，只要走去一定就到了。啊，你没找错路，决定了但是。那么底下大师特别告诉我们。一临未来时的众生，那这句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包括进来。由此可知，这个法门，这个经典，不仅仅是为了维提西夫人一个人而说，它不过是一个引子。是引发释迦牟尼佛为一切大众宣说这个法门，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是分给我们开定善二善。定善就是经里面讲的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善善呢，就是讲这一段善福，以及后面第十四观、第十五观讲的九品因果，这是属于善善。这个106面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看大师这一段开始，从第二个字看起，机有二种，这个机就是众生的根基，也就是众生的根性，有两个。一种呢是定，一种是善。若以定行，即摄身不净。假如佛只用这个定善来戒引十方众生，那么定善戒引十方众生就不能普遍。这个净就不完全的意思，你只能净一部分，不能够圆满的净净。为什么呢？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它跟大乘其他法门没有两样。这个法门不能算为第一法门，好在呀，他除了定善之外，他还有善善，
我们把它念下去。是以如来方便显开三福，以应三动根基。这一句话就好了，佛给我们开了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呢才叫所有一切众生呢通通得度。所以诸位想想看，这个定善讲修定，我们对于修定来说呢，实在讲没有把握，那真的没有把握啊！不要说是除世间的禅定了啊，就是世间四禅八定不要多了，粗禅最起码的粗禅，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啊！粗禅不过是升到色界天而已啊，我们都没有能力啊！粗禅有什么条件呢？我们讲的最粗一点，色界不是欲界，必须把欲断掉了才能到色界。欲有五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心里头确实没有这个念头，这个五欲念头确实没有了，这样才能够生粗禅天。假如你修定修得不错，可以在你盘腿面壁啊，一个星期不出定，两个星期不出定。如果你对于财色名食睡念头还有一点放不下，换句话说，粗禅没分呐，你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难，这不是假难呐。事上放下不行啊，不动心，不动念头才行啊。那么这个三善的就方便了啊，能令三途地狱众生都能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这个下面就给我们说出修行的具体方法。经文102，第五行啊，从最后一句看起。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佛告维提西，如今知佛，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之业。这段经文每一个字都不能够疏忽，尤其是最后一句三世是过去一切诸佛，现在十方一切诸佛，未来一切诸佛。那么我们要问，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依哪一个法门呢？绝对不是通通依净土法门，通通依净土法门，佛何必说那么多经典呢？一
切诸佛修行所依的，那是无量的法门呐、每一个法门都能成佛，依无量法门呐、这无量法门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这三条。所以这个三条啊，是所有一切法门共同的基础啊。换句话说，你学教也好，你参禅也好，你学密也好，你念佛也好，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是绝对不能成就的。啊，好像盖房子，这是打地基，地基是一样的。啊，地基上面盖房子，你想盖什么样子就盖什么样子，啊，想盖多高就多高，地基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啊。这是真正的基础啊。所以初学的人常问我，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顺父母学起。那他一听了觉得奇怪，这孝顺父母哪是佛法呢？这经上明明讲的第一个孝养父母嘛，你不从这学起，你从哪学起啊？奉师师长啊，这个佛法是师道啊，所以佛法是教育。师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人不知道孝顺父母，他会尊敬师长，没有那回事情啊。那如果说不孝父母会去八戒师长啊，那一定是居心叵测，别有企图啊。为什么呢？他违反了人情嘛。那不顺人情的嘛。啊，所以说一定是先从孝顺父母，父母对自己恩德最大啊，这个其次才是老师啊。一个人能够一生能够成就，要靠父母，要靠师长啊。对，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智慧啊，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父母老师的恩第一大了，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佛在此地也不例外啊，直截了当的告诉韦提切夫人，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一定先从三福下手啊，从这里修起。为什么从这里修起？摩诃就说了，这三种福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的敬业真经。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深深牢牢地记住，要认真把佛这一段的教训彻底把它做到。这样才行才能够成就。那么三福，第一福了是福，第二福呢是小乘福，声闻缘觉。第一条啊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第三条是大乘菩萨所修的福报。所以这个三条后面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
好像盖房子一样，三层楼，啊，第三层一定包含下面两层，啊，第一层不一定包括上面两层，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你要想成佛，先要把人做好，啊，人都做不好了，还想成佛吗？没有这回事情啊。学佛要从学做人开头，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那么第一个是讲孝养父母，啊，这个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注的很多，啊，诸位自己看呢。可以做参考啊，我们这个注解的本子都赠送给诸位了啊，大家细细去看。这个父母对我们的恩德，现在人知道的不多啊，我们也可以说。学佛的同学啊，比一般人知道要多一点啊。为什么呢？现在社会教育已经不讲孝道了啊，孝道、私道都不讲了。常常听佛经呢，这个佛经里面呢，还是常常讲孝道、私道，常常劝我们修学。所以学佛的同学啊，对于这一方面比较有一点印象啊，虽有印象，这印象不深刻呀。啊，何以说它不深刻呢？你的修行没有进步。从这个地方看呢，就是看你所知道的不深刻。假如你真正知道了，你会勇猛精进。为什么呢？出家啊，有很多人问出家怎样孝养父母啊？你们想一想，出家怎么孝养父母？出家人修行正果就是孝养父母啊，你没有修好，你没有开悟，你没有正果，你对你父母对不起啊，大不孝啊。啊，所以这个孝养里头包括的范围就非常之广。我们不但要养父母之身啊，父母的身体我们要照顾到啊，生活起居要照顾到啊，这是物质生活。除物质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精神生活，要叫父母生活得很快乐啊，物质上样样都照顾了，父母心里有忧虑，不快乐，这个不孝啊！啊，怎样能叫父母快乐呢？那里面这个因素就很多了。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兄弟要和睦，父母欢喜啊；兄弟不和，父母伤心啊。忧虑啊！啊，兄弟和了，妯娌不和，父母又伤又头痛啊！啊，换句话说，一家老少和睦啊，父母才欢喜，才开心。啊，这是你家里没有问题了。你不能一天到晚在家里啊，
你总要踏进社会去工作啊，你踏进社会去工作了，就你在公司上班，你跟老板两个不合作，这父母又伤心了。你在公司里跟一些同事们不能和睦相处，这又麻烦了，父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你才明了啊，不但家和，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和谐，天下要太平，还有这父母高兴。啊，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到，尽心尽力向这个目标去做。啊，这个孝不是单纯，哎呀，我们父母道不道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除此之外，啊，这是从四象上说，是父母在这一些四象上面呢，忧虑没有了。另外，精神生活，你的道德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增进？你的学术技能是不是一天一比一天进步？不进则退，退父母就有牵挂，就又有忧虑了。这些统统都在孝道里头啊，然后才知道这一个孝道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不是某一部分，是全部啊。全部啊，那一定是包括虚空法界过去未来，这才全部真的啊。中国这个孝字，这个字就造得好啊，在我们中国这个造字啊，造字是有六个原则，叫六书啊，它这个属于会议啊，叫你看到这个符号想它的意思啊，它上面是老，下面是子。现在世界人讲啊，现在这个有所谓代沟啊，啊，代沟是什么呢？代沟就是不孝啊，孝没有了啊，这个字没有代沟啊，啊，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是一不是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是一体。这才叫尽孝啊。所以这个孝子真正做到圆满了，做到究竟了，给诸位说，在十法界里头只有一个人成佛才能做到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破净，那就是孝道还有一个缺陷，还不能圆满。所以孝道做到圆圆满满是成佛 啊。所以我们出家了啊，在家学佛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道业一天比一天清净，烦恼一天比一天少，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这是尽孝何况俗语说，一次成佛九祖升天，这是不是真的？真的。什么个道理呢？是因为他的儿孙当中有一个做佛的，
他儿孙做佛他做不了佛，为什么呢？做佛是要自己修的啊，佛的福报不能分给你啊，这个功德不能分给你，但福德可以分给你啊，福有福报。哎，天主，哎，这哪一种佛的父母那得了吗？啊，诸天鬼神都恭敬呐，哎，他就得占这个便宜啊。所以纵然堕落在卧道啊，这个卧道里头阎罗王也恭敬他，不敢把他放在卧道，请他到天上去享福去。那这个天到哪一层天呢？到忉利天啊，忉利天再往上去不行啊，上面去什么？上面去要你修行的功夫，你没有功夫啊，你只有福报，只有福报最高的到忉利天啊，忉利天四法天啊，再往上去啊，一定要修定功，刚才讲未到定啊，他虽然定没修得成功，他有定啊，就是心地比一般人比较上要清净啊，这才能往上面提升啊，自己完全没有功夫，凭福报是到忉利天啊，这个我们佛法讲沾光啊，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可见的我们世法里头人情关系在六道里头通有，是六道里头都有人情关系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处世待人久，不能够尽心尽力，常常犯过错，全都是不行。这个范围包括的是非常非常的广大。这一个字如果要用佛法的观点来看，那就是经典上所讲的大宗持法门啊，宗持就是纲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说个什么？就说一个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都不能出这个字的范围啊，所有一切经教法门是这一个字圆满的相状把它摆在第一位。第一句大根大本，从这里下手到最后还是圆满孝道。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始终不离孝道。第二句是奉事师长，奉是依教奉行啊，就是要信老师，要听老师的教导，要把老师所教导的我们统统做到啊。四是诚思，老师对我们有恩，恩同所以对于老师的孝敬也跟对父母一样啊。这个现在这些观念淡薄了，思想也见不到了，从前
这个学生在学校不听老师的教诲，父母忧虑啊，那就是大不孝啊。做老师的要不能把学生教好，那他不孝啊，他没有尽到孝道啊。现在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在讲故事。从前是这样，现在没有。那么我这个年龄还沾了一个边。我大概是这个六七岁的时候上私塾。我记得我念过四个月的私塾，以后就改成小学了，这个才有这个学校的设立，早年呢没有学校，60年前，我那个私塾是这个我一个亲戚的祠堂。大概学生有20-30个人，一个老先生的教学。我父亲送我上学的那一天，带了很多的礼物，就是供养老师。进了学校，见了老师，先到礼堂，礼堂里面呢是供奉着大臣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供那个牌位，在牌位面前三跪九叩首，行最敬礼。我父亲在前面，我跟着在后面，先拜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给老师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你知道这个礼节多隆重，老师接受家长这样隆重的礼节恭敬，不认真教导这个学生，怎么对得起人？他真的对不起人，他会受良心责备。家长诚心诚意，用最恭敬的心情说，把这个儿女付托给，所以管教就很严格。小孩不听话了，有时候被老师打了，被老师处罚了，回家去了，打的时候哭哭啼啼回家去了，家长知道了，第二天买了礼物去谢谢老师。现在还不了，现在按铃告状了，是不是？从前教育跟现在不一样。真正得到老师教育的恩德。小学教育里头着重在德行。因为知识没有开，培养德行。是以这个为主。我们今天教育里面讲的四育，这个是德育，在小学这个时代培养。这个知识那必须是要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差不多13-14岁以后，知识渐渐开了，才讲学，才研究讨论。所以从前这个小学呢，大概6-7岁到12岁这个阶段就是背书，老师督促，在那里看着，这个书每一天所上的书要念100遍，要念
两个人。前面所教过的温习一遍，今天所教的要念一两个遍，这样念熟了之后，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么到以后用处就很多了，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够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付一切事物的时候，会得到启示，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这叫思道啊，尊师重道啊，老师不是叫你这么尊敬，这一定要你这么尊敬我，不是，是你自己对于道业学业看得重，你才这样做。你因为看得重，别人在旁边帮助你辅导你，不敢掉以轻心啊，掉以轻心，对不起你自己对老师不尊重，换你对你的学业道业不尊重，无所谓，那么老师对你也就不要太认真了为什么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嘛，何必认真去知道你？那么我跟大家讲讲，这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看不到。可是诸位细细想一想，如果在今天要想自己道业学业的真正有成就，恐怕还是这个老路子有效果。这个新的这个教学法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多大的效果，还是老方法有效果。